大家好，我是小爽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小贾。今天我们来到了泰安岱庙。本来我们今天是要去泰安登山节的，可是呢，这个登山节是昨天，我们今天才知道，所以说我们就错过了登山节。但是我们还是要带大家逛一逛岱庙，因为岱庙也是泰安当地一个非常有特色的景点。一会儿我们可以逛完岱庙之后，看附近没有什么好吃的。可以，那我们就走吧。走吧。现在我们到了汉白院，我们一起进去看看吧。汉白院的主人就叫汉白，里面有一棵汉白莲里。汉白莲里是啥呀？汉白莲里就是一棵树。一棵树。第一山，第一山是，你知道是哪个国家写的吗？就是很有名的那个四大书法家之一，米芾。米芾写的？嗯。哦，我看到了。米芾书。对，虽然是三个字，但它运用了很多不同的字体，不同的手法。你知道什么手法吗？我忘了。他都不过来，为什么没吃的吗？穿过这个门，我们就到了东御座。听说东御座以前是那个乾隆皇帝来登泰山的时候在这里休息的地方，我们一起去看看吧。虽然你看到身后的石头了吗？看到。这个石头啊，它叫扶桑石，又称迷糊石。刚才我们看到有很多游客对，在后面左三圈右三圈的去摸它。传说啊，是我们是左三圈右三圈，闭着眼睛一直往摸完之后，闭着眼睛一直往前走。前面有一个树，那个树里面有一个小窝，又称福窝。如果我摸到那个中间的窝之后，就会一年都有福。真的吗？我要去试一下。快到点了，站长，快走快走的。看着没有安全感。
对吧？真的，那种感觉好奇妙。没有人，没有人，大家往前走。我操！真的，他妈的，他的爸爸是个丧尸一样。我操！快到你走走走走走。快到你跟我说。远的嘛。走歪了。到了吗？歪了。这个。走是走什么？剪辑一下，剪辑一下。哇，我一年都有好运了。你快把它装兜里，装兜里攥着手。这是什么面的？这个是菜团子，这是荞麦面豆面的，高粱面豆面的，小米面豆面的。哪两个？哪两个甜的是吧？嗯。要吧？只要要就好。好，下楼上吧啊。不用。逛一圈带庙还是有点累的，然后我和小佳买了窝窝头和盐水鸭，就在附近买的，所以尝一尝味道怎么样？好累啊！要逛个带庙我都这么累，我估计爬泰山我能完蛋了。小佳体力不行。作为在岱庙边上的小吃，窝头，这个是地瓜面，反正和地瓜一样很干，真的很干。地瓜干，我觉得吃下去就是一股很浓的地瓜干的味道，还有它外面这个皮很硬，必须要是力气去撕才能撕掉，不像平时的馒头一掰就掉了。而且很难咬，很硬，很浓的地瓜味道。不过还好它是甜口的，能吃下去。一块钱一个，反正也不贵，挺划算的。对，这咸水鸭感觉。有那么一点点腥，反正咸水鸭就是刚才那个阿姨没给咱们浇汁儿，嗯，没给咱们浇汁儿，把这鸭剁开之后里面就有挺多汁水的，好，有点腥这个鸭肉，说实话，但肉还是挺嫩的，嗯，就是一个普通的鸭子味。你说我们怎么能就晚来一天了？昨天是登山节，咱们今天来想什么呢？咱俩啊，错过去了。